碰见逆风了，我们是无动力的滑索。在出现逆风的这种情况下，它会出现一定概率的，就是说会滑不到头，滑到4级以上的风，就是说我们现场有现场测量，现场的测风仪，我们会第一就会关停设备。如果就是说在滑行之中出现这种不可逆的这种因素啊，我们安排下站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去救援。我们这是建在峡谷之间，不是建在说江河呀，或者说那种开阔地带，知道吧？这种气流它是不稳定的一个气流，所以说它有会个别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的一样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第二的话，无动力的滑索，它会有一定的概率出现无动力的，它出现这种状况之后，咱及时的采取救援措施。在上站人家购票之后的讲解的时候，第一条要素就要跟人家解释到这部分的因素。